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 MJC Realty。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搬到一个新的 office， 这个 office 是坐落在 Saratoga Cupertino 跟 West San Jose 交界的地方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，我们会带你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 tour。 那这里呢，是我们整栋 building 的外观，是一栋两层楼的 building，是12280，我们的 unit 是105。那你进来到这个 unit 以后呢，首先一进门就是我们的 lobby， 你看到是我们新设计的 logo。 再过来你看到是以我们的会客的地方，这里是一个很宽广会客的地方。我们也会在将来的时候有机会，不管是做一些简短的讲座，或是做一些 community 的 service， 我们都会用这个地方来 serve 大家。再过来你看到这一间 office 是我们专门 property management 专用的 office， 这里是里头有我们 property management 做物业管理用的。再过来有一间小的 office 呢，是我们可以做两三个人的会议，也是我们一般的办公室。这间是我们的会议室，这个会议室里头呢，有我们平常跟客户重要的 meeting 都在这里举行。我们每一个礼拜的 staff meeting 呢，也是在这个地方举行。一些简单的摆饰都是我们设计的。如果你很久没有来拜访过我们了，那欢迎你来喝一杯咖啡，然后跟我们再一次谈一谈，不管是 real estate 的 issue， 或者就是一般跟我们聊聊天，我们很欢迎你。希望在不久的时候，我们就接到你的电话，你会来拜访我们。